我们就从建龙里来到这个万忧谷啦，走当朴实无华，对，朴实无华的步道。然后那个海一点都不难，超难看的，但是还是要走就是了，对吧？哎，这种叫做工业污染下的海，真的啊，就是这样灰蒙蒙的啊。对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万忧谷。第一次来，后来发现原来这么朴实无华。因为很多人说这个是景点嘛，就来来啊。这是一个小山丘而已啊，跟神木一样。哦，这么多人啊！真的，这个比鼻头角步道还无聊。去了哪里都是这么多人。礼拜六嘛，你如果看过桃源谷的大草原，你就觉得这太无聊了。真的好无聊，大家要记得看影片就知道了。我们滚草地，吃牛屎。你吃牛屎，我没吃牛屎哦。然后他拌菜就是了，很好啊。他真的去到哪里都可以拌菜。哇，训练到这种境界，好强哦。好，我们要继续走这个。因为我有认识一个朋友，你说他就是坚持只有在家里才可以棒赛，结果他最近得癌症了。这什么癌症？我们绝对不可以变成那个样子。好，知道，我也知道。所以今天我就故意的喝咖啡来通通便就是了。真的。就是这么肮脏的空气，真的搭配这么美丽的夕阳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碉堡，碉堡很多人都在这里拍，非常悲哀的碉堡，完美照。不知道曾经在这里打死多少人。哦，碉堡啊，对不对？对，碉堡就是万人冢的概念啊，一定死过很多人。山上遇到一些好呀，然后我们在新年之前遇到了，没有，昨天就有遇到啦，昨天就在，对呀，遗忘了，是在那个在哪里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在那个桃源谷吗？哎，我知道那个，没有啦，没有，被骗了，白痴，交钱，难听。很像你们这么美的人嘛，又帅又美嘛，对嘛？对呀、啊，就很难，对嘛？对呀、啊，真美，你还说你是外美？太美了，美到我不记得。你们跟观众一下说新年快乐，有什么感想？对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奔向幸福。好，谢谢。台中嘞、你们也是台中人啊、哦？对啊。
到台中来的，奔向幸福，只要会讲这四个字的，绝对是台中的。真的，是的，我不知道哎。哎，怎么会不知道？好烂，市长送的啊。奔向幸福是台中人的意思。三只牛叫奔嘛。爬完这个玩幽谷啦，现在就对，现在就回去吃我们的最爱的基隆夜市吃东西啦。哎呀，系啦系啦系啦，要什么要讲吗你？冇啊，好燥啊，他的广东话。我是讲台语好吗？冇啊，是这样吗？冇三秒。如果大家注意我影片咧，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啦 ，Thank you， 耶，耶，订阅。订阅他，好可爱、哦！订阅这个歪妹，干好。影片干，因为我没有看清楚，然后我在讲什么都没在听。你自己想象嘛，还要问我一句是摄影师，还要问我这个烂的东西，我要破的。小两口不要再吵架。讲错啊？真的吗？等他过来。我问你是不是真的没有讲错啊？没有啊，没有讲错啊，非常卓越啊。那你笑屁啊！看吧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羡慕吗？